我们继续来一场拳皇第七的解说啊。现在是八神对战红丸。哎呀，直接被八神一个圣龙，哎，又一个勾腿，没有连住啊，这个勾腿打的是快了一些，哎，抓了个萧峰。来了一个土马斯，闪电腿四周，再偷了个下盘，完了一个托马斯又解决了八神。Thank you. Winner is round two. Ready go.哎呀，直接一个闪电拳过去九连，这个大猪也是很无奈。哎，你不找我，我也不找你，看谁的耐力比较好。直接又是抓了一下。哎呀，差一点又被这个我估计大猪是想抓指令头来着，没有来去抓。Round three, ready go. 这次大门一定要把这个红丸打败啊，要不然就被他给穿三了。哎，来这个蓝之山，很厉害啊，这就给力了。K.O.Round four, ready go. 现在大门拥有两颗气，两颗气的大门也是无敌的，太猛。哎，大门这个腿防空也效果也挺好，打得特别远。这个总想偷鸡啊，这个陈国汉。哎，直接被抓了回来。哎，再次接指令头。哦，哎，这个指令头没有接上啊，反被大门抓了个蓝之山。K.O. Round. 现在是混王比例。看有没有好的成绩啊，这一次血量上面比例是占优势的。哎，没有震到。他这个棍子攻击距离也是挺远的啊。再来 bug 阵，为什么没有震？又一个蓝山，太猛了。这次要不要震？还是选择不震。他是还是想选择再去抓一个蓝之山呢啊，没有抓到。